再来，我们要有请台中市客家音乐曲艺研究学会。那我们这个学会呢，他们主要的宗旨是提升我们客家歌谣音乐以及曲艺的水准，那么可以来做一个传承，让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知道我们在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，这个二三十年前啊，他们这个在客家的地方，客家的地方看到的表演节目。主委真的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们客家的博士。哎呦，还有我们这个大头宝宝，哎，掌声鼓励，老板，掌声鼓励。来，我们直接向后转，我们请朋友们往两边侧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紧接着我们看完了传统的这个民俗表演。